各位同心，我们麻烦尽快就座哈，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谢谢。上课前哈，再麻烦注意手机哈，没有把它关机或把它关震动，才不会影响其他人，谢谢。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中立府的雅富委员哈，雅富夏德委员好来演讲，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辛苦。因为对，无论是五十年，还是六十年、七十年，过去的时间甲历史，爱知影中华民国历史甲迄个事实的，还是真真假假、真真假假，有时。咱的改观念实际上是真恶改变哈，一个人的观念哈，在这个几年当中，特别是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受中华民国的教育，马上改变是真的是不容易。就像我是高沙族，我是高沙族。我们在四十多年前的时候进入到都市读册，有时不会读册，有时不知道要怎么读册，因为三四十年前我们高沙族在山顶好像打蜡还是到山顶游山玩水，那对读书方面没有去注意，况且四十几年前的迄个我的老师啊，讲广东话听拢无。我干什么？你们成为山区人了？哇！这个我们有几个高沙族也是很顽皮啊。既然听拢无，我嘛爱讲家己的话语。所以我也是互相讲自己的泰尔族的话，我是泰尔族的。那你也是卡宴瓦恩斯瓜拉嘎，那你要是麦基鲁尼，那我这个老师说干什么？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哇，所以要改变，马上听得懂也不容易。然后进入到初级中学。到大湖的时候，那到大湖，苗栗大湖，讲客家，讲吸烟，然后又听不懂，啊，从山上走半天的路程到大湖，一个礼拜都来回这样走走半天，然后又到客家的环境，哦，刚好左右都是女同学。所以刚好我要靠右边呢，这个另外女同学说卡过黑德文了哈，过去一点呢，然后我向那边说卡过黑德文亲对脑哦哈，哇，讲来讲去我说你们再想上去我就杀你了，哇，一听到说杀的话，哇，山地人真的要出草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环境，所以赶快背对到山顶，还是高沙族到都市去读册，为着教育，为着生活，底下趁钱，有时迄个观念，有时少年人甲少年人互相误解了后。安尼无了解了后，安尼底下结论，所以观念、文化背景不同之下，那彼此不认同，那彼此不认同又互相的误解，所以误解以后，当然就不会了解、啊，那不会互动，那不会互动，误解当中一定会又开始争论了。争论，你底下玩假啊！
你看晚给你看三年的时间怎么会读书啊，然后还要适应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河洛威共客家啊，你看有那么多的文化不同的时候，那观念真的不容易。何况在中华民国的教育的体制下，所以有人欠在恁的亲戚，哈，你去迄个台湾民政府啊，迄个诈骗集团啊，你还要去啊，还要被诈骗啊，唔知下人真正是诈骗集团的，所以今仔日，因为咱知影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也唔是政府，唔是国际上承认的政府。那中华民国是流亡的，那我们以前没有听过，以前没听过，你们有没有听过？在几年前，有无？几个？两个？还是来家搁听到说？下面流亡政管，流亡政府，那来到这边听的，来到这边才知道的，请举手。好，大部分好得下。所以一个流亡的，而且没有听过的这个名词，重新把我们的脑筋重新打开，重新改变，真的不简单，也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流亡政府，那秘书长也告诉我们，而且初级班也大家大部分都会上，都上过了嘛哈。The Republic of China， 那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那 Exile 是流亡，你把战争法的规定就是。原来中华民国1912年在中国成立，那在成立的时候做了中华民国的宪法，没有把台湾纳入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就像假如我上个礼拜六我的第二个孩子结婚，那我一定会说，哎，这亲家母、亲家公，还有女方的、男方的，一定会画有几桌。那没有关系的，当然就不会进入到我们亲家公、亲家母两方家里的几个桌子，对不对？那同样的，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当然不会被纳入到中华民国的宪法。奇怪呢，来到台湾游玩嘛是有地的中华民国的宪法，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中华民国的宪法，1912年到1949年。那37年的时间，才有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因为是在中国。那我们大家都重新复习一下。那等到1949年被他们国民党、共产党内斗，然后共产党代替了蒋介石这个集团，代替了原来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党，而这个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时候，那当然他一定会逃亡了，不可能还留在中国，否则全部都被杀掉。无论是共产党杀国民党，国民党杀共产党，杀的几百万、几十万，多的是。所以为了生命。一定会逃。原来他们计划要逃到越南，越南不欢迎，因为他们从以前对中国
恨到入骨。那恨到他们自己的内心说，因为这不是人，没有把我们越南人当作人看待。就像骂什么英九啊，还要看我们高沙族原住民呢，没还把你当什么帮人看待，告家来跨狼，还把我们当作动物来看啊，哪呢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原来都是一直把人没有当作人看待，所以当然越南人完全不欢迎中国。那然后他们讨论说，哎，呼起来台湾，所以他们就想说，哎，就派了陈仪先到台湾来。那到台湾刚好也是受美国的欢迎，那因为美国他也有意识，他既然战胜了日本，在1945年当被美国战胜了这个日本的时候，那日本就当然就会投降。在1945年8月15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然后投降啊。那投降以后呢，那当然这个中华民国一定会进入到台湾，还以为说台湾就是他的，还以为说台湾就是他的领土的。那实际上在一个中国政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我看到那个鸦片影片吧，最起码五个最重要的意义。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官方文件呢，官方的文件呢，不是人和人的，不是像中国，不是像台湾，不是呢，是美国官方的文件。那这个文件呢很清楚，中华民国流亡的，没有办法代替中国的。所以就像战争法所讲的，你原来在中国的名称，因为你逃亡，你还是到别的国家的领土再成立你原来的中华民国，因为你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被打败的时候就消失了，就没有这个名称，你只不过把这个名称带到别的国外的领土再成立中华民国，这个就是流亡政府，这个就是战争法的规定。你不在你自己的国土，除非中华民国再回去跟中国共产党底下再一次的战争，除非你再胜利胜过共产党，有那个机会不？中华民国有那个机会不？当然无嘛！啊，别的国家越来越强，那你中华民国还休想再回到中国？不可能。有啦，干那三个所在，金门、马祖，搁一个平潭岛，干那这个三个所在了，因为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有一次妈祖的留学生去美国要办签证的时候，竟然他的护照呢说写中华民国金门，然后写中国，他就抗议说，他就到流亡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说，你奇怪了，我怎么会写中国，不是写台湾吗？美国的 AIT 怎么说？本来就是这样啊，金门马祖就本来是中国啊，你从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啊。那有没有继续抗争这个留学生？都没听到。所以可见金门马祖是
中华民国的而已。所以到这个平坦上个地方，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的存在，就是要让中华民国回到自己的金门马祖平潭岛那个地方，这样才会存留中华民国一年那定了，只有这样而已了。所以今天我们再回想一下，美国的官方文件除了确定中华民国是流亡，第二个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的一部分，第三也不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一部分，讲得非常清楚。第四个，光复节没有这个名称了，怎么会光复呢？台湾不是中国的，不是中华民国，怎么可以？曾经跟台湾人作战过吗？有无？无啊！那没有作战，怎么还会光复呢？所以他整个事实都扭曲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台湾民政府，您真的是有福的，叫有福气的人，让我们被中华民国的这个台湾的真相扭曲，改变为我们台湾的真实面目。我以前都没听到过，没有听过说，哎，中华民国是流亡的，然后中华民国是欺诈、压榨、诈骗我们整个台湾人民，以前都没听到呢。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些的内容。那我们再回到今天，为什么会用流亡中国政权？它应该是底下拉拉手，还是应该是要回到自己的金门马祖？这个就是要看各位。所以我们今天看他回了，我们看看我用这个台红台哈，这个红台很厉害哈。台风一来，大家都没有办法安静，除非 你的地方没有被遭殃。不过我从小我们在山上，台风一来我们都会到河边，风台来是三个半米，底下跑到河边边边的地方去捞鱼，因为风台也是那个鱼都会跑到河边。山顶无好食啊，只有地瓜啦，只有野菜而已啊。要吃肉，要到山上，除非要到平地，除非我们自己养鸡养猪。一段时间是有养，后来本钱不够啊，拢无，所以最后还是要靠风台的时间呢。去捞一些小鳗鱼或是鱼。那但是我们看看红胎，它的回旋这个漩涡的威力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破坏任何的，只要红胎来，它是一个破坏者。那无论对咱人的生命还是财产，拢有影响。只要碰到我们，真的我们没有话讲，会生命财产会损失，会惊呢，惊吓哇！这边山个半米，然后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时候只要在偏远地区的山上的话，那家里一定会遭殃，一定会绑。那现在越来越发达了嘛，钢筋水泥都不怕台风。但是假如说你在边边的话，不管就像那个南投的春阳，不是有一个台风把这个春阳的温泉全部都消灭，然后那个一栋大楼好像六七楼
哗下来，一惊呢。那整个土地，整个周围都被压榨掉，那人心恐慌、动荡、不安，那土石流常常会出现。那假如说你旁边很多的垃圾啊，一些没有做好，大妖星都出来。那当然，这个土石流，我们这个在阿扁时代当总统的时候，内政部次长林益阳，因为阿扁准备伫宜兰的太平山，爱成立迄个马旗兰山国家公园，唔知捌听过无？那旗兰山国家公园，因为总统就可以流亡，总统就可以做宣告行政命令，就可以成立国家公园，不必经过立法院做成立通过。那一段的时间，他找出了三十这个林益阳次长，以内政部次长呢，那召聚31个咨询委员，咨询委员当中呢，53个拢是高山族的青年，有的传道人，有的牧师。那我们就每个月一次去开会，然后我们就决定把那个旗兰山国家公园呢，就告诉林益阳次长，次长说，只有这个马告是我们太儿族，而且这个旗兰山是属于我们太儿族的传统领域，所以应该听从我们的意见，那个旗兰山改为马告。我们马告太儿族的话是珊瑚礁，你把吃过吧？珊瑚礁，我们珊瑚礁，我们的祖先啊，一直到现在，到爬山了、登山了，或者是去打猎了，只要口渴，我们一定会找这个马告珊瑚礁解渴，然后又可以当作盐巴来吃。我们从祖先一直到现在，马告。所以把这个旗兰山改为马告国家公园。那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处长说，整个的台湾，你们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然后无论是日本时代或者现在轮到你们所砍伐的整个的块木群到底有多少的面积？他们本来不敢讲，不敢讲呢。我就跟他们说，假如不敢讲，那我们下一次不要开会。后来处长就交代负责人、承办人员，下个月开会的时候，他们砍伐多少，你知道吗？从中华民国一直到这个六，那时候我差不多10年前开会的事情，那差不多60年的事，今年是第70年嘛，70年，所以70年，60年的时候，他们砍伐整个全台湾的块木群，甚至松柏，砍伐多少？6000公顷，6000公顷呢？我们没有知道面积的多寡，我们都不会觉得惊讶。假如你重视环保的，假如你对土地有兴趣、有专业的，你一听到说6000公顷块木群被砍伐，你一定会惊讶，而且会恨到底。因为有一个专门负责对这个树木有研究的时候，整个只要是1000年以上被砍伐这个大块木，砍伐以后45年到50年当中，它的根就会枯干。
枯干以后，洪灾来袭，东延土石流，而且继续在那边砍伐、枯倒树木。你看他们很厉害呢，他们很喜欢玩文字游戏呢。中国人多喜欢，连我们台湾人嘛是受到影响啊，都会玩文字游戏。就像我跟我的太太，我太太是塞雷休假，哎，她有时候我们为了一句话在那边争论，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呢？”我们就争论了、啊。高山族无迄个文化嘛？什么嫁鸡随鸡？我唔是鸡啊，我唔是狗啊。我太太说：“唔是啦，这是形容而已啦，譬如啦。”但是我跟你讲，我跟我太太说，不可能比如啦，不是只有譬如你啊，是因为人把它当作人动物来看。我要用一个例子。请原谅，中国人的时代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人生命看待，当动物。所以虽然说你们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希望我没有办法改变你们的观念，我不可以改变你们的文化，但是想看看，虽然这个是你们的文化，但是你到山上，你到高沙族，没有这个文化。我不是鸡啊，我鸡狗还有动物都被我们高沙族吃掉了。对啊，有一个高沙族说被警察抓到，哦，你打三枪，结果高沙族青年说，我打一枪，结果警察说你打三枪，结果没有啊，我打一枪。原来三枪了，那个球啊，连台语安那讲，三球啊，不是是一枪、两枪、三枪那个三枪，所以高沙族很有趣哈、哦。所以45年到50年被砍伐以后，土石流，然后他们用枯倒树木。借故说枯倒树木，结果他们真的很厉害。这些退伍军人的，还有一些退伍会，然后又跟很会抓砍伐山老鼠的这一块，假如说这一条道路，然后那边有一棵枯倒树木，然后那边有几棵。已经枯倒、枯干，然后又倒的树木，那这些退伍会他们说，我们要去整理，不要让它土石流告下来。偏偏就是拿它的树流了，下面不要土石流，他们一抓一挖，你看，哎，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查呢，当过林务局的。头头的，几乎他们的家里都是大块木，哦，好大的，那些黑道还是白道，我不晓得，太多，整个大块木都是他们的。这个我们看，我也跟秘书长讲，这些要我们还是重新调查，真的，特别是我高沙族的。只要碰到我们高沙族传统领域，我们真的要去调查。结果他们偏偏，其实那边有很大的几块，因为块木群都会连在一起的。挑钢说哦，枯倒树木，借着枯倒树木来再挖更好的、漂亮的块木群，真的是很恶霸。很恶质，所以偏偏说啊，土石流弄死山地人啦、番人啦、原住民啦、山地山包了，
原住民太多的名称了，这些都是说就是因为你们善老鼠，你看还要怪我们高沙族，这样有公平吗？有公平吗？几拢是因的，都被探都探掉了，都 被他们捞去了。所以你们以后当台湾民政府的长官哦，要注意哦，这个土石流不是高沙族的。要所以你们今天我们重新来看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你们做台湾民政府的长官的时候，那你们特别注意，安尼好不？安尼好不？赞！特别黑熊部队的，好，那红胎也是整路线一定会改变的更多，无孔不入。那这一些我就把当作中华民国的本质了。今天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的本质，就是这样啦，破坏了。什么破坏？破坏我们的维护啊，不能说方不能讲方言啊，不能说台语啊，不要讲讲客家话啊，还有山地话啊，还有原住民高沙族的话啊。我们高沙族至少14种语言呢，14种语言都不同呢。就像我这个雅夫夏德，卖用你的维吾跟我讲哦，因为雅夫夏德真正不同呢，我是雅夫呢，是为着恁呢，为着台湾人呢。所以我才说雅夫呢，实际上是雅夫，不是那个雅夫哦，不同哦，呵呵，那个不同，雅夫，不是雅夫下的，那是对台语安那念，哇，唱起唱起唱，阿福，哎。阿福下掉，阿福，我的台儿族的话是什么意思？你知不？那个留钉子啊，在屁股留下来的那个钉啊，很痛那个、啊、钉啊！你看，你们叫我阿福的，我就变成这到处都是了，所以卖讲阿福哦，安尼好不？雅夫。所以拢是安尼，所以我从我进入到我进入台湾民政府已经3年多了，我就发现说，哎，越来越像中华民国的本质就是安尼啦。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思考，无论从初级班，然后现在高级班，然后要。法理典章之前训练，还有武官过武官，然后还有专训，还有黑熊部队，还有内阁阁员，还有议员训练，像你这一辈训练，目的就是让你法律对战争法、国际法、万国公法、台湾民政府所依照的整个的。我们旧金山和平条约、马关条约，还有海牙第四公约，像你这，你看你们有没有？你们手上有《新台湾论》？这个不是刚能一当，还是无够个呢？不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一年就读完，你读完还要继续呢，因为来得不。真正的保整个台湾历史的真实面貌，拢伫必须定手中的新台湾论，所以买了不能放在桌上，那都是灰尘呢。逐工读，安尼好不？好，好，所以
让我们更清楚，咱的今仔日是安怎？中华民国是破坏、扭曲咱的台湾历史。你看，37年的时间，在这个几年当中，他们孙中山是他们的国父吗？哎，孙逸仙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竟然在日本呢，不在中国呢。你看，你真的成立了，你真的，你建构你整个的整体性，你人还在国外，你不在自己的国内，你有合理不？一定是有逻辑的合理的怀疑，因为打工好听是去募款的，他有几个太太，你不知道，好了，后拜知道，不然的话一下子他的你们对他的印象本来很好，就现在太多的印象会改变了。蒋介石嘛是赶快呢，为什么蒋宋美龄嫁给他，他们有一个约定，不能生孩子才可以嫁给你，你知道这个是内幕吗？我嘛唔知，咱嘛唔知，咱嘛无听过。整个黑暗面暴露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晚来尿气啊！原来这个中华民国到处都是诈骗呢、啊。你看，你知道罗斯福为什么有白宫罗斯福吗？罗斯福白宫你知道吗？那是蒋宋美龄常常到那边的，那不晓得有那么多的什么摩卡、摩铁、hotel、model， 我不晓得。这个以后你们会慢慢去思考。好，那到底中华民国的历史？那我们看看，在整个流血政变的时候，这个就是跟那个。他们自己国民党共产党的内斗然后蒋介石把流亡这个集团带到台湾的时候，你看要成立中华民国，那竟然原来的中华民国李宗仁总统不告台湾，没有到过台湾。那当然没有到过台湾，蒋介石很自然说我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看，又阿爸又出来了，因为都不敢讲，不敢讲啊！你第二句话，你头就不见了。好，那在整个的进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知道1947年也是发动台湾进行大屠杀，228事件。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那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呢，1971年，原来这个代表中华民国的是蒋介石集团，因为2758号联合国的决议文，中华民国不是真正合法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合法的中国代表，所以当然就被逐出。结果蒋介石说什么？汉贼。哦，到底哪一个是贼嘞？那第四段呢？那是跟你看，1978年。美国与流亡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府断交，不是跟咱台湾政府断交呢，是中华民国呢，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断交。那台湾政府有过吗？台湾政府有过不？有成立过？无，爱等啥人？等到对，要等到是哪里？等到谁？台湾民政府丢了，就是要等你我们了。
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可以知道真正看见中华民国的变相。然后我们看断交以后呢，你看，你知道蒋介石都从来不穿便服，不穿打领带，不打领带，他一生就是喜欢打什么军服，表示我就是这个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所以他自称委员长，蒋委员长。那隔壁是很会讲英文的蒋宋美龄。好，流亡政府，我们看看蒋介石在1941年，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发，1941年在12月6号的时候，日本奇袭，有的说偷袭，奇袭珍珠港。那8号，这个是7号嘛？那8号的时候，美国国会就决议，麦克阿瑟说，到底是谁竟然可以把我们几个航空母舰，还有一些的军舰舰艇，被100多架的从。他们一看说到底从哪里来，一看是从台湾来的，哦，是敢死队。其实有很多是高沙义勇军，也有我们台湾的义勇军，那代表日本进攻。因为当时1945年4月1号日本宣告整个台湾人台湾国土就是属于日本的国土，已经成为皇民，成为日本天皇的子民，叫做皇民。所以郝柏村他讲的讲心里的话，喜这兄他已经压抑几十年的心，他真的不敢讲。那时候跟柯P选举，这个为了选举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他真的内心压抑不出来了，就实际讲说皇，你们这个皇民呢，那实际上我们本来就是天皇的子民嘛，那皇民臣，所以皇帝的臣民。那在4月9号的时候，那8号美国向日本宣告宣战，然后12月9号竟然有一个所谓的蒋介石他也向日本宣战。那8号美国是讲年月日几点几分呢，而且在什么地方讲得一清二楚要宣战，但是蒋介石只有宣战而没有几分几秒，他就宣战那一天，实际上要经过国会的议员决定，但是蒋介石只有自己来宣战，而且那时候他的职位是什么？好，有的主席，那实际上是就像今天的行政院长。那对外宣战或是对外国有外交的是行政院长吗？当然是总统嘛。那他没有资格来做宣战，但是他做了这样的宣战，那这样的事实又被他扭曲了。像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整个的他的地位上，我们也看见到底这个人是谁。而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9月2号就开始签署投降书。那这个投降书呢，那当然蒋介石这个集团是因为
美国已经委托了蒋介石来到台湾，那委托他到台湾是暂时管理台湾，没有领土的主权。这个爱清楚，他真的是无受美国主要占领权的国家，美国委托这个蒋介石。那委托蒋介石以后呢，那他以为说，哎，我就是接受了日本投降，我接受日本投降就是外管理、外主管，哦，那整个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说，哎，等到在正式宣战、战争停止的时候，所以有一些一直到现在中华民国的教育说，你看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你看在投降的时候谁接受，那我接受这个日本投降，当然我的，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思想。那其实受委托一样的被以为说他自己的权利。那今天有基督教的董事跟中华民国一般的董事不一样，基督教的当属是受到委托最当属，但是一般的中华民国或是你的财团或是你有参加那个当属，你有那个财产，你有股东的，你才可以当董事，因为那是你的产权、你的财产。但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不是，因是受到总会还是大会的委托，你只有受到委托管理这个当属的财产，这个总会基督教的总会的财产，不是恁家己的财产，是受到委托。所以受委托不是永远的委托，请注意，你受委托不是永远的委托。你暂时管理别人的东西，不是永远你做你的管理者呢。有一天会改呢，有一天会换人呢。那今仔日中华民国来台湾流亡的人是安那？他们自己认为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土地啊，这个就是真正的阿爸来破坏咱台湾人。所以中华民国本质就是安尼啦。你看流亡的人、逃亡的人，战争法不是说流亡政府不能什么？对不起，流亡政府的人、流亡政权、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请求我今仔日我逃亡。到你的刀啊，救命救命啊，因为你的爱你的疼啊，包容我安尼到你的刀。所以车唔知会当你的土地，还是你的厝，遐尼济厝，还是遐尼宽的土地，互我管理，安尼好无？好，好，老板说好，安尼好。我管理到30年、40年、50年了后，我竟然我有权利会当甲老板，我的老板有权利决定老板的土地权，安尼有合理无？有合理无？当然不合理啊！流亡的人来到台湾，那有合理？当然不合理啊！所以还好，我们请一下班长。好好，那我们就休息，安尼休困十分钟，好不好？好，等下。各位同学，下课休息10分钟。好，下课休息10分钟。